我们正在怒火决斗场向您进行直播，今天的天气非常适合连续进行高强度的二对二战斗。新版本斗魂竞技场可容纳16位玩家同时进行，所以我邀请了16位博主来斗蛐蛐，节目效果拉满，极其下饭。兄弟们拿好碗筷和零食，准备大吃一场吧。废话不多说，开冲开冲。我们先测一下麦啊，兄弟们别出现，你说一下话我听一下。是的 OK 博。小洛。啊喂。能听见吗？郭郭。喂喂喂怎么样？叮当猫你说一下话。喂喂你好。白菜。喂喂喂喂喂。龙女桑。我在我在。龙女桑的麦我开大声点，有点小。我已经最大了，塞在嘴里面了。教主可以，张船长你说一下话。喂喂喂，阿丹你说话我听一下，这样应该 OK 了吧。古月，什么动静？白泽，喂喂喂，混血家，喂，能听见吗？班主任，听得到吗？阿帅的，喂喂喂，李金枝，王哥的，我没问题。扎猛，他说话没声音，我也不知道为啥。扎猛的，到，到个锤子到，阿帅，他没声音他。还帮点到是吧？代课是吧？你看一下是不是你那个音到音频选项是不是没调对？什么到？有炸弹人，我靠！哎，这个模式打几把呀？不打几把。OK， 我们16位兄弟已经到齐了哈。扎猛哥，一会你用手机跟王哥语音就 OK 啊。我现在重复一遍规则，这期我们的奖金增加到10000了。第一名3500，第二名2500，第三名1500，第四到第八名每队500。我们的赛制是 BO3， 根据积分排名决出胜负。第一名我们会加3分，第二名加2分，第三名1分，第四到第八名是不加分的。然后我们第一局跟之前一样是不扮英雄的，后续大家随便扮英雄。没问题。好的好的。走了。我看看他微信能不能说话，我现在很慌，他会不会微信也说不了话呀，很变态。啊他说不了话你就给他下达指令就好了。我二是个骚缸啊，我也想被你指挥。晚啦彩彩姐，我们拿个大的，这里面哪支队伍会垫底？不好说，这怎么回答呀？有没有可能我会垫底呢？不可能，有我在。行，龙老板也在 B 站播的，哎，叫龙女桑。哦，我叫橘子怪。橘子怪，广东生气了，跟广东分怪是吧？哇，你别说，这个爆珠的还挺好，真甜啊。你在干嘛？你在抽烟啊？掐了一根，兄弟，我就尝一口。你不许抽烟。我不抽，你讨厌抽烟的。我不喜欢抽烟的。你喜欢，你喜欢。我咱们在录视频，不要说这些。没事，他不会剪。咱们私下再说。他不会剪的。没事啊，他不会剪的。你看一眼我红眼镜，我真觉得我红眼镜很厉害。我是一个擅长拉扯的玩家。瑞文怎么样？日文很垃圾的，哎呀，你就一天到晚选这些垃圾的，你又知道啦？你什么水平？你也配玩这种？看我的，你妈撒泡尿照照自己吧，你肮脏的蠢蛋啊！肮脏的蠢蛋是吧？肮脏的蠢蛋，这就是你说的，你选我眼睛拉扯。不是我没买装备，哎，我跟你，我他妈在找哥没买装备。咱俩玩什么呀？我一把都没玩过，我在看 OPG 上排行榜，我这大数据上分。我选什么？超强大脑可以选。哦，面包黄油给200技能级速嘛，我看他上面没有，完了我成公式人了，兄弟们，我纯公式的，我照抄的，兄弟们，错失200技能级速，完了。没有，拉扯呀拉扯呀，给打。完了完了完了。嗯，他这他走了。哎，那边抢这果子。不是他怎么跑？我打不动他呀。没事，我应该，他怎么这么肉啊？快跑，好跑，好跑，好跑！我可以拉扯他们，我可以拉扯他们。我先吃个果子。可以，可以，可以。我来了，我来了。能来吗？能来吗？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一个 W， 我他怎么这么瘦啊？完了，完了，打不动，真打不动。没事，我拉扯一下他们。雪花飘飘。我操！哎，他怎么这么瘦啊？咱俩这属于是后期爆发型。哎，这是个盖伦，干死一个，你先 A 了个，我好坏了，我要死了。哎 ，nice， 哎，我们两个还可以吧？有这么强的吗？有说法了，完了，我笨得像匹马，我靠，这么笨啊？怎么？啊，没事，我们厚积薄发。
人都这么多，博主的视频制作这一场成本也很高。我是全职 UP， 从邀请博主打比赛到剪视频做后期，最后发出来就得一个星期了。而且我做的是横屏的长视频，本来就没有推流，所以求求兄弟们真的制作不易，你们多多三连支持。没关注的兄弟可以点个关注，如果可以发个弹幕评论那就更好了。现在关注都是老粉，我现在25万粉就已经邀请百万粉的博主了，那等我百万粉了还得了，直接邀请18号来打野。我觉得叮当猫和布欧应该挺厉害，他们一直在测 bug。 等一下，这比赛不能用 bug 的。我怎么会有这种恐怖的想法呢？哎呦，应该先来起火带一套嘛。你简直是个最数值的数值怪呀！心绪经过，他能复活吗？走进圈里复活就赢了。哦，可以，够肉啊，老弟！我勒个骚缸啊，这木这么肉，干他们，干他们，随便砍。应该还应该。他这就不救了吗？我拉你，他是想拖火圈，我拉你，别急，进圈。我那个烧缸想吃水果给他全偷了，偷吃了贡品。我天 ,C man, 我们完美的组合啊。OK, 不容易啊。这是我们的一小步，但这是我们夺冠的一大步。我有大，你给我秒了。果子，等一下，我要抢果子。那这件事我就知道。走位，拉扯。哎，能复活我吗？怎么复活？站我这儿，站这儿就行。我来了，我又回来了。我靠，还能复活呢？这里边这么屌，好杀！等会儿，我还在拉扯。哎，他没站里边。咱俩堵着，他活不了了。真奇啊，他能给我劈死吗？没事，能操作他。能操作吗？能操作，包能操作。他是回血了吧？等会儿啊，找个机会给他。直接 QE。好走哎，完了，有 W 吗？没了，啥也没有了。哎呀！打他，抢果子 ，OK，OK 了。我靠，这俩人伤害为什么这么高呀？哎，不，这剑圣就开着大就给我们俩砍死了，直接不对劲啊！这盖伦骗我。我选一个有复活的吧，我也选一个有复活的，这个人。哎，这怎么复活的？可是我都没看到他站在圈里啊！啊，这哦是炮娃。好派特！哇操！我的攻击流一刀流，感觉我们有夺冠之姿啊！不过，耶，他阿闪空了，我把他骗到了。胆漂亮，漂亮！我等过来，我给他来一下。啊，完了！来秒了他！这边他不死啊，他包死了。漂亮！哎，我能复活我！现在可以！咱俩给他秒了，我看我大。Nice！ 我操！哇，太帅了，白老师这波。从这把开始，我们将一把不死，直到超神，兄弟们。直到第一。阿木木出场率还挺高的，下把办了。我怎么可能需要办阿木木呢？怎么说？你有什么好的卡片吗？终极刷新，刷新的。哎，可以啊！终极刷新两个大招，大，牛逼，帅姐。这两个大招有点爽啊。
对啊，你只要 Q 到我，直接飞上去帮你补伤害，直接爆炸对面。坏了。Oh shit！ 啊 ？Oh shit！ 有点恐怖了，说实话。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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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的，好近。咱们两个自己玩的时候，那个镜老是打你。坏了，我这个要死啊！直接把我秒了。啊，伤害这么高的吗？不、哦、，nice，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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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能是我们玩的有问题吧？感觉是英雄的问题，兄弟。英雄问题，英雄。感觉是英雄的问题，不应该这样。真是真是，我操，负十，没事，我们先让他们一把，我们三把积分局，没事，我们后面两局再搏法。哇，我没动，直接被秒了，这个位他妈的进到锁我身上了，我感觉我可以，你可以什么？我可以研究下一把对手了，你直接 Q， 我们不拖，好吧，不拖。直接 Q， 可以吧？无敌呀，菜菜姐！哎呀，我只能说你去打 FPS 可惜了。对对对。好、哦，好、哦、啊，不服 ，OK， 正确的，啊，好紧张啊、哦，我现在，只要被 Q 到就着火哟，你就，我走了，我走了，兄弟，笑脸没事，我这个玩起来好刺激，我操！那比平时那个刺激多了，这个心率要上100多了。啊？啊？还行，不是第八，第七，进步了。剑圣，剑圣，别打他啊！没事，我控制多。我怎么飞这么高？没事，弄他弄他弄他，我无敌我无敌。牛逼。还好有两个大招展示容错率。我的瞬秒。我操好高我操。瞬秒我操的伤害。第六的还行，后面还有高手呢我操。哎呦，直接大招都开不出来。没事，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你毫秒，看几刀。秒掉！哎呀，帅呀！我操！吓死我了，兄弟！哇，那这个派克。好痛啊，不秀了，他在一打二啊，真的。没事没事，我们还有机会。我那个勾，等我一下，勾一下，我勾一下，勾掉了，勾掉了，可以，我闪现。但是啊，我操，他大刀炸的好痛啊！吃个果子然后来复活吧，冰雨还有大树。哎呦，差一点点啊，老哥，我也还没活。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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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哇，操！看看是第几名吧，第五。对呀，第五。好脆呀、啊！可以开盖伦，这个位置不好，等到来这边。OK， 可以开，可以开，可以开。怎么说？加油！没问题。哇，你打这个乌鸦好痛啊！没问题。太牛了！第四名，惜败。我手拉着嘴，该去冬眠了。
哎，人呢？哎，人呢？我靠！我感觉咱俩得快点打了。我躲掉了你们。在你那边，在你那边。哦，操！我操，太吓人了！太吓人了！我操！这……哎，他是怎么消失的？我不知道，失误了，失误了。哦，还行还行，我们拿到第三名了。OK OK OK OK，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哦，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这就是我们的冰洁，这是我们的羁绊啊！哎呀，打不过他一个大招2000血，哥们，可惜。斗士们，请戴好你们的手套。哦，有人要用裸拳，也有道理，因为这场比赛至死方休。斗魂精灵场第二局来了，16位厨师长同台竞技，规则很简单，根据积分制打三局，最后瓜分10000奖金。废话不多说，开冲开冲！古月，皎月亚索怎么样？我打 rank 经常玩皎月亚索。不对，太傻逼了，这两个。你搬了啥？我搬了皎月。皎月，以免这个出城要拿。加里奥不是放出来了吗？你要玩吗？火男加里奥。那选吧，你技能放得准吗？放不准就我来火男。我玩打野火男的，我来玩吧。来，行。火男玩的也少。你他妈每次都在骗人。乌鸦也可以，对，你们乌鸦咱俩就两坨呗。我总感觉他们两个没伤害，怎么办呀？哎，就肉他们，就耗他们，这阵容没问题。游戏之前可能咱们赢不了，咱们后期发力。没出装备，你没出装备啊、哦？装备没，我在选那个，我操，坏了。让他们一架，让他们一个。没事，没事，没事。你打那个，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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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你跑，你跑，对了，我怎么？哎，我怎么 F 是闪现？哎，我给他杀了，可以，可以，我应该没问题吧？可以，可以，能打得过，直接给他干。哎呀，我把你复活了吧？咱稳着，可以，可以，可以，稳中求胜，稳中求胜，让他回血。没你，我心里不踏实。你失血呀？好、啊，围了，围了，围了，可以，可以。死死 nice， 没有装备都拿下、哎、兄弟们随便打随便。我这个天赋好像选的有点无敌，我最后一秒我选的这个，我靠，我主要是选了龙魂，有点垃圾。前面什么龙魂？风龙魂还要开大招才有用，兄弟来，你他妈技能呢？我被龙魂控，你们别打龙龟啊，你别管他，你就过来冲啊，给我打这个卡着我。对方技能，哇，我这 A 闪是不是啊？啊，对对对对对，快快，你拉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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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顶他，怎么打不死他呢？哎，你快加速了，我怎么打不死他呢？怎么他队友要拉起来了？哎，不行，我技能都在 CD， 都在 CD。果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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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把杀了，先把杀了，先把杀了啊！完了。看不到了，让我把我慢慢把我拉起来，别急，他们数据也不够，他们数据也不够，慢慢把我拉起来，就二打一了。这龙魂怎么打不死啊？好，我来了！哇，这个货！冠军之姿，冠军之姿，不过每次普通一点的法效，但是你的每次技能为你提供可叠加的攻击力，我操，无敌了！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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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他弄他弄他，加油 ！OK， 狠狠的一个上勾拳，给他牙齿打碎掉了。加里奥的 W 可以稍微长按久一点。是的，我也想问你，为什么每次都秒射？是不是太短小了，兄弟？带入了，长分住了，哇，长分住两个，哎，挡住了。技能控完了，冠军之姿，冠军之姿，
哎，幽默，这口回血还行。哎，打一波伤害了，我吃的。还可以，可以抢药抢药。你走，你走，你走，你走。哎呦，还是被炖死了。哎呦，这么痛啊，慢炖。啊！我操！尽力了，尽力了。差点，差点。哎，咱俩没六级也不行。坏了，坏了。哦，我的。给他秒了，给他秒了，给他秒了！我操，什么伤害东西？我操，这是火龙吧？这是来了，来、哎、揪一下，一下一下一下，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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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被妖姬秀了，被他点果子点了六个，导滚，开导。完了。这龙女怎么这么肉啊，打不掉血呢，这龙女。啥玩意啊 ?OK, 让他服。好好好好好。牛逼。能稍微拉扯一下吗？哎，那天机死了。OK,OK、okay, okay。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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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nice, nice。Nice。简简单单。完了，我的妈都被卡住了，我操。我被他那个草丛卡住了，好抽象。制作不易，拜托三连加关注，或者发个弹幕评论一下，也可以转发视频给我，感谢。30万粉丝鲱鱼罐头加蓝纹奶酪，100万粉后直接邀请18号老师来打野。我怎么感觉你打人不掉血？你别急啊。这个地形的神啊。这个地形的神啊，好贱啊！纯玩具，我那个大烧缸啊！我先冰杖还是先面具啊？都可以。抽啊！哦，抽到了，哎，可以，节省500块。牛逼啊！抗位，我在抗位，我在抗位，他过来了。哎，我的花也被秒了，这么夸张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能打，我能打，我必能打。完了，你吃哎呦，这个镜我真的是，哎呦，可惜可惜可惜。漂亮漂亮漂亮，还行还行还行，这个镜把我狙了他一下，你知道吧？这么疯狂打我？等会儿先吃个这个。啊，不是，我被老板剑姬的那个利刃华尔兹给秒了。可以可以，能打过能打过，一个 Q, 我操，太猛了兄弟。我的天哪，恶人自有恶人磨，懂不懂啊你。我天天对着电脑压力贼大，不骗大家，我正常剪一些视频最少看三少老师三次，没办法，我气大，人嘛总得有个情绪的宣泄口吧。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两款新鲜神器，帮助大家提高攻速和暴击率，有适合新手的约束三弹，还有适合老司机的进阶款式，兄弟们快到下方细说。进阶炸腿炸腿炸腿，我操，我能大你，我能大你，好，不用大你了，但我没蓝了，没事，他死了，可以挂吧。没蓝了，哎，还有一个 Q, 还有一个 Q, 晕过晕过，破坏沙发。OK, 啊，我操，夺冠之效，冠军之效，冠军之效，冠军之效。哎，这又是什么东西啊？一直电，我操，哎哎，我操，好像离开我才不会电，是吗？嗯。哎，我们两个是什么东西啊？咱俩就不能靠在一起。咱俩靠在一起就被电死了，我是坏了，我们一把都赢不了，打不死。哎，哎呦我操，咱俩一回合也赢不了，马上要速八了哥。打不动啊，不行不行，咱俩的运气感觉跟他们玩的不是一个人。
还能给他秒了。哇、啊！冠军之笑，冠军之笑，冠军之笑，我们乔亚，哇！我们那天早这么晚，这里啊！我操！我们那天早这么晚，能耻辱成这个样子吗？不是你要指挥吗？你非要玩那个逼格温，非要我听你的，他妈的，跟个弱智似的！你非要玩那个逼格温，我帮你拉一下。哎，他到时候没开出来，很好。他要救他，他要救他，别急，慢慢来。不给救，不给救，你气了呀！我走都走不过，这是最疯不去的。哇、哦，太强了！没事，第七就第七吧。哦、oh, ，nice！ 哎、okay. ，那个龙女扑过来，为什么不放华尔兹呢？我熬多了，状态不好。这龙女这是真无敌啊！下午把龙女办了，办人家绝活干嘛？龙女三不玩龙女还是吗？那怎么没见有人办我龙王呢？这位龙王垃圾，你们都不办吗？来来来来来！我他妈！这天地伤害好高啊！我们还活着吗？还没死是吧？我们还有条命。没有，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血，我们还有60滴血，容错率拉满。你小心 ，poke poke poke， 火拿火拿，弄打弄打弄打，随便打呀，乱打，我靠，好猛啊！这两个太亏贼了，不对劲，不过我们只有15滴血。太夸张了，这伤害！我操，我他妈有多爆啊！我的天，这剑姬全是真伤啊！怎么这么强？第六啊！他四刀把你秒了啊！啊，我直接就死了，我8000血。他们很难受，说实话。哦，喂，哦，那么帅。哦，你没死啊？我还以为你要死呢！我靠，没，碰不到啊！我操了，好变态啊！8705都拿过了，就差前四了，进步了，兄弟们，下一轮夺冠了。我操，完了，我失误了。你能拖吧，拖拖拖，加里奥 ，W N 久一点，拖。哦，可以，我操，好高的伤害！我操！哇，这个大大的糟糕啊！这么狠！哈哈哈哈！哇，这么恐怖吗？我操！这啥手有点夸张。这杰拉也太厉害了吧！哦，我咋没了？一下 ，nice！ 那么猛啊，兄弟！赢了！那么猛啊，兄弟！我华尔兹全杀了，华尔兹是我爹。打不过他，有那个利刃华尔兹，没办法。我操！来，完了！拖住！拖 ！WWWW！ 是，
好可惜啊。这加里奥太硬了。也第三。哎满我们死慢了又是第三。我们死的晚了一点。上天。喂哟我的大大的伤害呀人呢、啊、咕咕的他人呢、啊、干他干他我那个糟糕他妈的人呢、啊、我操他妈跑了。我操。喂糟糕无敌了无敌了已经无敌了。决胜局直接冲直接冲没事我能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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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补了、别撞死别撞死别撞死能活吗我能反应我都好恶心他们两个还是我得飞过去我得飞过去我要吃上面那个果子你拉扯一下。这镜怎么一直打我呀?Nice! 完了能不能拖住能不能拖住 W! 我 OK,OK。他这也太饿了吧。啊双两次第一名。请各位斗士严格遵守规则违者取消资格。谁会信啊违规也无所谓观众就爱看这个。斗魂经典场最终局来了这一集节目效果更加炸裂16位厨师长们直接大火收汁集齐下饭。我们的规则很简单根据积分制打三局最后瓜分10000奖金废话不多说开送开送。妖姬加里奥怎么样获得了他们两个队伍同时的程度没别人的脑子啊就别学了但怎么脑子不好用别学了把妖姬搬了我不想背着妖姬当狗六啊金波铁男咱们给对面来点数值的震撼不管了真的吗忙一把咱们丢掉大脑不要脑子了想玩怎么玩什么玩龙王我操别恶心我我跟你说龙王肯定是狗都不玩最万用的瞄准镜来一下我的手给我整笑了我操给我自己整笑了。我操这两个好像也不差呀我说实话。确实。他怎么平 A 距离这么远啊日空大牛。是我拿石头人好还是拿。哪个自信选哪个吧最后一把了不留遗憾。对不留遗憾。不留遗憾。拿出全部的实力。致命节奏征服者终极刷新选哪个兄弟们算了来不及了。我主要我看弹幕有延迟。哎你没做你没出装备。我又没买我真是。哎呀我真看不过来我靠。但是没有装备。完了兄弟。哎。没事我们六级前确实不行。还是后期播发的。你让我去跟他们操作我哪有操作呀没事你都选杰斯了你自信起来。自论起来。好我现在就是宙斯学活杰斯。可以学活牛头这把刺激。稳了稳了稳了。拿奖金我们两个你250250。要不咱俩一个人251一个人249吧这样就都不用了。可以可以。哎哎哎。我把顶出去。Nice。怪。那我技能还早着呢。坏了打不过了。我还没好。我又顶了。我顶出去还进不来。哎呦 ,nice, 我操。我们只能靠这样赢了呀。大宝老师怎么没想到强度还挺高。打不过打不过这个打不过。这狗熊太肉了。没有派克玩好折磨啊兄弟。哎金波强到了。啊赢了。哇、哦、冠军之相冠军之相。怎么这卡莎像玩具啊我了个大大的烧缸啊。我又有终极刷新怎么说你有终极刷新我直接输出对吧好好好好。我们这是要去哪我去做传送门。
牛逼，好理解。控到死啊！牛逼啊，他太绝了！这个我来绕后来了。打不动了，他怎么手这么长啊？不掉血。能你走吧，我再过来，我再过来，我再过来。你能来吗？我大。加油！不是他那么老远都能 A 到吗？长手啊，对，那不是长手啊。哎，不是他。妈好死了，我马上到。Nice， 完美完美拉扯，完美完美。乖乖躺好得了。怎么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大猫老师对你的印象有所改观啊。什么？我们竟然暂时来到了第一位，大猫老师，季中冠军也是冠军。我可以点了果子再过去。对，走吧走吧。哎，你勾巴人呢？点了果子进去，你勾巴人呢？打吗？干他！一下一下一下。哇，这么厚的盾！那他死了，他死了，结束了。Nice， 咱俩很强啊，这很强吗？这不，感觉有说法呀，感觉这把有说法，这把有说法。又有杀戮时间到了，哦，又来了，可以，可以，可以。这把必死，我选了海公牛，可以。好秒。问他，他想救人，能救到他吗？他不理我，可以 easy easy easy。老大，拉扯一下，拉扯一下，再拉再拉再拉，完了，不行，拉不动了。死了，他死了。Nice！ 我白老师太强了，白老师全在操作，好起来了。我做传送门被火烧死了，我错了，怎么玩啊？好难啊！为什么搞这么难的模式？我们这种玩家一点体验都没有。直接开始吗？Who you get? 我操 ！Who you get? 吃果吃果吃果，把果给霸占了，不要他。你真能打过他？直接推下去。哎呦，没打过去呢，可惜了。主要是被万豪 W 两个了。巨大巨大，控到死了。Okay。我当然没想出来。我操，我以为咱们要直接把他秒了。好快的结束啊，兄弟们。别人刚开始打，我们两个已经结束了。我操，这个塞拉斯古月，你根本不知道这塞拉斯有多恐怖。我操，他的天哪，你自己感受一下，我玩不了了。这跟我打排位时听到塞拉斯不太一样，我跟你说。什么这么猛？感觉不需要我。我们结束了吗？还说还能打一轮？我感觉我都战斗力起来了，我突然感觉。我们还有五滴血，还有五滴锁住。我先杀一个。哇，牛逼！哇，我顶出去。牛逼！
我没蓝了，你是你秒他了，我牛！我操！我操！我操！有说法的，牛头之间亦有差距。你的锤一打二，来和我玩吧。在这里怎么说？能丢到吗？控到死！弄他，弄他！没事，没事。你随便杀他。我再拉扯他。哎，无敌！有了，快点！打牛头，我新牛头打的是。打的是。新牛头打的是，跟我一起打，你大招不用急着关的。杰斯要死，杰斯要死。OK OK, okay 还有高手，我操！我去这边堵他，没事。我他妈一速拉满，我来堵他，没事。你跟他说了，你跟他说了，你跟他说了，没事没事。我卡住他，我卡住他。过不去了，过不去了。快来，快来，快来！我卡住他，不让他靠队友。别想救你的队友。打杰斯。你打杰斯，好漂亮！他们好垃圾啊！对吧？还能打不过我们的吗？我们垃圾了！冠军之笑，冠军之笑，我感觉我又可以了。不错，我上了，兄弟，无暇，漂亮，你应该打他没问题了。帅帅帅帅帅！哇，吓死我了！帅帅帅，你这波很关键，兄弟。我往下摸了，你从中间走。雷暴将吞噬你！啊，算了，不用，不用吃。他直接撞我，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看到他，我直接跑了。我操！没事，已经不是老八了。哎呦，他一下这个卡伤好烦。没事没事，我能复活你。漂亮。Nice 啊、哎、我操、哎、好爽啊。OK 了，老八挺好。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咔咔咔咔咔。牛鞭牛鞭。点过去弄他，我助到他了。我马上了，我马上了。牛啊。还是有容错，我好肉啊。直接结束。直接结束淘汰。你250我250。是我249你251。我亏欠你的。是谁是谁？我吸的老黑。老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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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死啦。是啊，你已经打了四一个挂一个。不是早该这样打了。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我偷到 40%, 你偷到 10%, 他就一半的初心。是这样配合的吗？我吸完之后相当于是你一个半人打半个人，知道吧？哦，这样的吗？可以可以，好的。我操。哎，等我等我。加油加油。完了兄弟，哎，我操兄弟你没看到。我操，得亏你没看到，我说实话吧。我他妈进去第二个大摁反了。没事，我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没事，只有两个人看到，兄弟们，得亏他给我拉进去了。你不知道这波卢锡安他在我大招里他是开了波反向大的，我才打过的。他没开反向大。他没开反向大我已经死了。哎，古月，上次我们是六七八，这次是五六七，再打一次我们就能四五六了。还要不要脸了？弄弄弄弄弄！我直接把他秒了！哇、哦，他 W 没开出来，我靠！我全是暴击，他都傻了，哥们！太高的伤害了！我操！我说实话，真有点夸张吧？哎，我们第五，
三六四，三六四，哇塞，好压气，兄弟！大刀齐声了，我有春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我再打三六四，漂亮，太死啊！我操，太刺激了，好爽！秒三拉斯，真得秒他，我活不了。秒三拉斯，秒三拉斯，完了！你往后走走，你先往后走走。我人呢？兄弟，他妈的一技能就一秒 CD， 怎么玩啊？尽力了，尽力了，尽力了。没事，我们这把还行，我们这把已经成功第四了。对，还有下一把就第二，再下一把就第一，不敢想。我说实话，拿不了第一，纯纯是小白的赛制问题。对，他多安排几把，我们直接第一了呀。哎，看。伤害太高了，我的天！牛逼！我操，兄弟！我操，直接就没了。又是第三名，又是第太简单了呀！起来，哎呀 ，easy，easy，easy！ 我要把这段录下来发给橘子怪，我要剪个六小时的长视频。OK， 兄弟们，我们最终排名出来了。第一名别出现和小鹿龙王6分 3500， 第二名菜菜姐和龙女长5分 2500， 第三名班主任和阿帅3分 1500， 第四到第八名炸猛加王哥，不过过加叮当猫，混血家加白泽，古月加查查，神牛教主加张船长，都是500。OK， 我一人250领回家是吧，一人250，一人250，满意了，满意了。不知道橘子怪看到菜菜姐拿了第二名是什么感觉。我操，橘子快爆了！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要把我拿第二名的这个奖金，我要发给橘子怪看的，我发50张。我跟你说，就是橘子怪的问题，橘子怪玩太菜了，真白菜，知道吗？哎呀，别这样说，别这样说，他也很努力了，他已经很努力了。哎呀，怪女人啊，他很努力了。说吧，怪女人。Letting go， 不是哥们，怎么没派克啊？好可惜啊！那派克太滑了，操作不过来。第一派克的含金量，尊重啊，真尊重啊！我操，他们妖姬加汤那个玩法太恶心了。我们两个试这个打法，基本上90%胜率，谁来都不行。龙女这个英雄，我都感觉我巨魔不是数值怪，那么龙女是真数值啊！我操，龙女太夸张了！我操，班主任那个成绩比较好哦，每把都是第三呢、哦，我可以哦，发奖状哦，台上的铂金，你以为啊？嘿，我可以，可以。我玩这个模式第四名都没拿到过，我操啦！古月爆了，没事，你要这样想，古月比上次好了，上次是终极无敌老八，别尬，嘿，上次是876，这回765，提了一名，好了，比之前好了，这活动有8次，我他妈直接包揽所有冠军。OK， 兄弟们，这个系列呢暂时就先到这里了。说实话，这个系列真的是我做过最累的了，要收集16个兄弟的第一视角，然后去挑选有趣的部分，再把音频和画面融合好，最后还要去游戏当中录制 OB 视角，光是语言素材就将近160个G。对，你没有看错，160个G， 一个 GTA5 才100个G 啊，一天干了十几个小时，最后把这三局游戏呈现给大家。如果兄弟们喜欢这个系列啊，千万不要忘了一键三连。我有什么看法？哎呦，运气好罢了，换我跟龙女上来找第一了。哎呦，运气好罢了，捡漏的而已。